这是你们第一次结婚，也是最后一次结婚。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很多都有再婚的，那个我都不太希望参加第二次，因为啊，第二次还在包红包，不太愿意。所以我希望啊，你们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两位都一样啊，好不好？一定要长长久久，一直到老，好不好？像阿公阿妈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祝福你们。